应粉丝们的要求。这回呢，我在银子面前装装柔弱，看看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。我有点难受啊。啊啊！爸爸，爸爸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？刚才你妈要打我，不帮我报仇啊？那她要打我，我得整一下银子。你不是爱吃吗？我不可能。你你什么呀？干嘛呢你？我装温柔，他也不好。越这样，他越不跟你好。你看这弄这一地，我上午刚收拾完的，现在又脏了。你俩好好反省一下吧。我现在要去姥爷家一趟，你俩乖乖的啊。我有方法看着你俩，你们俩不许闹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下去，银子，下去。你说话温柔点，银子下来。真乖，回去给你带好吃的啊。嗯。